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给宗门创伤，曾珠我特许你这么做。史莱克学院万宴三年级贝贝挑战四年级徐帆时，双方准备好了吗？比赛开始。 拥有一种很强的变异武魂，叫做玄冥根。水土生属性，防御力非常强，号称固若金汤。他的修为和贝贝差不多，都是顶级的圣武魂。徐三世和贝师兄一样，也是三魂魂尊啊！回家遁。 方不对，那就试试龙爪第三魂技，雷霆之怒。好啊，看是你的龙爪锋利，还是我的护盾更强？第一魂技。 玄冥阵，玄冥阵同时具有震退和眩晕效果，你贸然出手，只会暴露破绽。去，急于求成，你输定了。